走遍。这都什么时候开完会啊？外面这些就是公司的宣发部门了。本来这期分配确实是我，但是他们编辑搞错了。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我去，这件事我不想再追究了。你是否真的要退出碧海超声阁？这次就当是我们离婚给你的补偿吧。只要他站在我的镜头前，他就是我拍摄的对象。他俩干着了好长时间，这不让停车，赶紧开走。从现在开始，按照我说的。真的很抱歉，最近出了点状况，能先借我一点？真是干嘛呀？为什么说？我想这几天我免费给你当司机接摄影师。那我不是贪心吗？不过我这一辈子能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能做出来的。我第一次玩游戏，要不然你站在我。我的确是，我是真的有钱。啊啊，你想喝死他吗？绝对。哼，这谁呀？现在是21:48，请你记住这一点。我今晚把我完完全全都交给你了。真的。